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央视点赞，女配翻身，赵丽颖演技突破新高度。在电影《第二十条》中，赵丽颖的星光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马丽和男主角的表现也备受赞誉，但赵丽颖的出色表现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赵丽颖一直以来都专注于打磨自己的演技和塑造角色，她的努力和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电影中，她饰演的角色郝秀萍是一个听障人士，这个角色给了她很大的发挥空间，也让她在演技上有了更大的突破。虽然赵丽颖的外貌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是她的演技却足以让她在演艺圈中立足。她的圆脸不仅没有限制她的戏路，反而成为了她独特的标志，让她在小荧幕和大荧幕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电影中，郝秀萍的故事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赵丽颖的几秒钟的表演却让角色变得栩栩如生。她用真挚的演技诠释了一个与命运抗争的社会边缘人形象，让人不禁为之动容。在电影中，赵丽颖将自己完全融入到角色中，她的表演真实而自然。无论是绝望还是愤怒，她都能够完美地表达出来。尤其是在找到女儿的那一刻，她用声嘶力竭的哭戏展现出了母爱的伟大和坚定。赵丽颖的原生脸和真挚的表演风格成为了她独特的标志。她的表演没有任何技巧的修饰，却能够让观众感同身受。他的演技充满了真情实感，让人不禁为之动容。央视也对赵丽颖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引用了张艺谋的评价来称赞她的表演。这次表演她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不再是过去的赵丽颖。这无疑是对赵丽颖最大的肯定和赞赏。总的来说，赵丽颖在《第二十条》中的表现堪称惊艳。她的演技不仅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也让他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我们期待着他在未来的表演中能够继续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才华和演技。央视对赵丽颖的点赞实在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认可，这也标志着他在演艺事业上再次取得了一次巨大的突破。过去，人们或许只把他视为女配，但如今，他凭借出色的表演，成功突破了这一标签，展现出了更加广阔的演艺天地。央视的肯定不仅仅是对他个人演技的肯定，更是对他在行业中的重要地位的认可。这次的表演让赵丽颖突破了自己的天花板，不再受限于先前的形象，展现出更加多元和深刻的演技。他通过精湛的表演，成功打破了以往的局限，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赞誉和观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瞬间，也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新的高峰。在这个时刻，赵丽颖向所有支持她的观众和粉丝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她深知自己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未来，她将不负众望，继续努力拓展演艺领域，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共同见证她在演艺路上的更多辉煌时刻。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新生代流量小生王一博崭露头角，创造无限可能。王一博，一个充满才华的年轻艺人，在过去的岁月中展现出了他的天赋和努力，逐渐获得了更高的认可和机会。他成长为了演艺圈的璀璨明星，通过不断展示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然而，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他还在歌坛和舞蹈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展示了多重才艺。他的音乐作品和演技表现都备受肯定，成为了行业内的佼佼者。与此同时，王一博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关注社会问题，并努力推动变革。他在社交媒体上传递正能量，鼓励年轻人坚定地追逐梦想，勇敢地奋斗。他的真诚和努力使他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榜样与启示。这本书将通过讲述王一博的成长故事，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他将告诉读者们，只要坚持追逐梦想，展现真实的自己，
每个人都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通过这本书，读者们将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位充满活力和才华的年轻艺人。让我们一同期待王一博在演艺界继续璀璨发光，用他的才华和努力创造更多的辉煌。他的成长历程将激励更多年轻人勇敢追逐梦想，展示流量小生的无限可能。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他都将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楷模和榜样。新生代风云人物王一博崭露头角，创造无限可能。流光溢彩的时代里，我们见证了一位璀璨的新星王一博。作为新生代的流量小生，他以耀眼的光芒闪耀于娱乐舞台，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风云人物。王一博的崛起并非偶然，他的出色表现和才华横溢成就了他在娱乐圈的一席之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王一博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创造了一个无限可能的未来。这位新生代的流量小生不仅在影视领域取得骄人成绩，而且在各类娱乐活动中频频亮相，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他的颜值、实力、多才多艺让他成为粉丝心中的独特存在，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支持。王一博的成功离不开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在他的励志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如何在娱乐之路上砥砺前行，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他的奋斗历程激励着无数年轻人，让他们坚信只要有梦想，努力拼搏，同样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王一博的崛起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新生代艺人的集体崛起，是对年轻一代的全新定义。他以独特的魅力和实力证明了流量小生同样可以在娱乐圈中大放异彩，展现了无限可能的未来。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期待王一博继续在娱乐之路上展现更多的光芒。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身处何地，只要怀揣梦想，勇敢前行，就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传奇。愿王一博的明天更加辉煌，也愿每一个拥有梦想的年轻人都能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创造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